好，呢個時候我哋係會分享啦，即係有啲弟兄姊妹分享所經歷到神嘅工作。感謝神啦，我真係好感恩啦，神好愛我，到呢一刻咧，我真係感受到神真係好愛我。咁喺呢兩年嘅經歷咧，我真係覺得喺呢度跟認識咗阿葉牧師，同埋喺葉牧師呢度嘅去。聽呢度嘅教導啊，同埋成長啊，真係俾我嘅一個人生嘅一個好大好大嘅轉變咯、啊。同埋喺我呢個信仰嘅裏邊，俾我一個係好大嘅更新，同埋喺我生命當中，我對呢個人生嘅價值觀咧係一個係好大嘅反轉嘅。即係以前我咧就翻傳統教會嘅，咁一路咧覺得係因為我。本身我自己個人咧係屬於一個比較多愁善感嘅，咁生咗阿女之後咧，又更多嘅跌入一啲嘅情緒嘅，譬如搭 lift 啊，我又好驚啊，突然之間見到啲嘢會好恐懼啊，咁好擔心，尤其是有咗阿女之後咧，就好驚佢出事啊、病啊，有即係諗好多好多負面嘅嘢嘅。咁嗰陣時翻教會就係為咗即係希望我裏邊有個平安嘅。但係嗰陣時嘅翻教會係星期日嘅教會，我星期日翻去教會聽完覺得好舒服，翻嚟依然過翻我自己嘅生活，依然有情緒問題，依然要同人與人之間、同家庭啊或者仔女啊好多好多嘅呢啲嘅人嘅問題。咁所以我嗰陣時咧就覺得我係一個星期日嘅基督徒。咁後屘。在2016年的時候呢，我很感謝神。當我有一個念頭的時候，我覺得我信主跟了這麼久，為什麼我得不到聖經講的我那種的平安和喜樂？我很想要這件事，但我經歷不到。但神很奇妙， 我即是一點點的意念，即是那個的意念閃過，我很想經歷這件事。為什麼人家經歷很大的困難，他在他身上，在他的那個的狀態，我感受到他那種的平安，那種的喜樂，那很感恩。在網上我竟然看到葉牧師的信息，我看完之後我說原來真的可以這樣去經歷神的，行不行的？那我說哇，葉牧師上面所說的內容呢，正正是我內心所渴求的，好耐好耐好耐。咦，咁我就打電話，咁葉牧師就叫我好啦，你嚟啦，咁我就過嚟。咁過嚟嗰一刻，我係好深好深好深嘅印象。當葉牧師佢行過嚟嘅時候，同我握手嘅時候，個眼神我同佢葉牧師接觸嘅時候，嗰種我係從來冇經歷過嘅，嗰種就係、是、哇，主耶穌。而家我諗翻轉頭，我就覺得嗰個就係主耶穌嗰個俾我嘅眼光，嗰個就係俾主耶穌俾我嗰個愛嘅温暖啊！嗰一刻我感受到，嗰一刻我經歷到，因為以前我覺得哇牧師哇高高在上嘅喎，哇我同牧師握手啊，好似就算佢同我面對面，我都覺得有距離嘅，因為我覺得佢好高嘅學歷啦，好高嘅學識啦，佢識好多嘢啦。咁我係一個哇，真係普通又普通嘅，要我去揾佢為我祈禱喎、哦，哇！我覺得好遙遠啊。但係聖經講嘅唔係嘛，主耶穌佢係服侍我哋噶嘛，佢仲謙卑到同個門徒去洗腳啊嘛。佢係神嘅兒子，佢有尊貴嘅身份。但是他降世為人，在我們世上為我們人去死，為我們做最卑微的事。所以為什麼好像跟現實世界好像有一個很大的差距？感謝主。那一刻真的，我當時我是不明白，牧師一過來跟我握手的時候，那眼神一接觸的時候，哇，我覺得裡面一股很暖很暖，我感受到那時候我形容不到，我回去還很回味的感覺，哇，那種感覺很舒服啊，即是那個眼神，葉牧師的眼神我很舒服，即是現在我就明白一點啦，我相信那一刻是主耶穌透過牧師將這個愛去給我經歷，給我去感受到，
所以神好奇妙喺呢兩年，以牧師呢度嘅聚會啦，聽牧師講到啦，其實真係雖然唔係話個個禮拜可以嚟到，但我覺得得著咧，俾我咧，即係呢由我出世啦到而家嘅經歷咧，更多更多更多，即係神好奇妙。當我嗰一刻有呢個念頭，神啊，我都好想我經歷你嘅平安，我都好想有嚟自你嘅喜樂。神就透過網絡俾我認識到葉牧師，聽到佢呢個信息，以致過嚟，讓我可以經歷到聖靈充滿。以前我好抗拒，我覺得聖靈哇又笑啦，又喊啦，又倒地，我好抗拒，我好唔接受，甚至係好排斥。但係當我經歷過之後咧，我覺得真係呢對神嗰個嘅感受，而家有兩個我好印象最深嘅經歷就是。一就是跟神剛才講的，我們以前敬拜就坐在那裡唱歌，一天就站在那裡唱歌，唱完就念主禱文，阿門就拜拜，就這樣的模式過來的。但是現在呢，哇，真的原來我們可以享受神的，就好像我們很喜歡吃的芒果，我們咬過一口，芒果好好味啊。以前呢，我從來不做運動，但現在呢，我去到外面，去到山，我望喺個天空，我覺得神同我好近。以前南亞天空咪就咁咯，白雲咯，咁咯，天空咯，咪山咯，樹咯，綠色咯。但係而家咧，你出到哇，望到個天空，你裏邊嗰個啊，即係嗰種感嘆啊！哇，神你真係好奇妙，好似我摸上個天空，神你就係我前面，同我一齊。原來可以這樣去享受神，所以現在我吃的東西，我用的東西，我感恩都是神給我，可以感受到，以前感受不到，為什麼我不夠，為什麼我有這樣東西，我沒有那樣東西，為什麼我得不到更好的東西，就是很多很多不夠，但現在會覺得神你給我的東西很多很多，我很感恩，我見到棵樹，甚至棵樹是枯了，我都覺得感謝神。一切都有神的美意。以前我會覺得，為什麼我這麼苦？為什麼我沒有人那麼好？為什麼我樣樣都不夠？為什麼會很多這些埋怨？但現在我會覺得，即葉牧師的教導真的令我開啟了我很多很多這些，即這些的啟發，讓我覺得我懂得我為我以前我所經歷的不好，我去感恩，這個都是神的美意。如果我沒有這些的經歷，我不會成長，我去感恩這些給我的經歷，這些不好的經歷，甚至對我不好的人，我為著他對我的不好，我去感恩。如果沒有這些，我不會成長，我沒有這些的磨練，我不會進步，也都為我過往好的東西，我感恩神，這個都是神的恩典，所以我很感謝神。另外就令我可以真的可以很發自內心的 去享受神，即是牧師的教導，真的我們要首先，以前我 是很膚淺地去認識神，到我牧師的教導令我更深入去認識神，認識神讓我可以去經歷神，經歷了神之後，我可以享受神，哇！享受神，神你真的好，所以我吃東西都覺得，哇！神啊，這樣東西我都會想著神，所以很感恩在葉牧師的這裡的成長，是真的我人生的一個很大的反轉，感謝神，一切的榮耀重讚都歸給天上的阿爸父。多謝主，神會給我很有眼光，很感謝神，多謝主，榮耀歸給神。你可不可以簡單，可不可以簡單講一講？很簡單，很短，講一講你經歷聖靈嗰個發生咩事？係，啊呢個真係好奇妙嘅嘢。但係簡單留翻啲時間俾佢分享。我就過嚟啦，咁牧師咧就排即係啲人排曬隊，啲人排曬隊。咁牧師就一路我就喺度，我眯埋眼叫眯埋，我就放鬆啦。其實係唔放鬆唔到嘅，因為我哋真係未試過啊。可能嗰一刻唱歌啊咩，我哋放鬆唔到，但係盡量眯埋眼啦。咁眯埋眼都好緊嘅，即係覺得。好像很緊咁樣，咁牧師一路行過嚟嘅時候，我都感覺到前面啲人都瞓低，
咁行到我側邊嘅時候咧，我就諗我企喺度，我自己喺度諗，我企喺度，而家好冇嘢啊，點解會倒咧？應該佢倒落去，可能人一陣間剩低我未倒都唔定咧。我覺得好奇怪。但係牧師一行到我前面呢一刻，我就覺得成身咧，成身嗰種感覺啊，點形容啊？唔知點形容啊？好，即係嗰種暖流啊！跟住牧師的手一擺我頭上的時候咧，我就成個人好輕飄飄啊！嗰種輕飄飄飄到嘅感覺，我係從來都冇經歷過嘅。而家你用言語都冇辦法可以形容嗰種嘅飄啊！嗰種嘅飄，嗰種嘅輕省啊！而家我識得用輕省啊，輕到咧就好似個棉花飄上個天空，飄下飄飄飄，而係由個裏邊。心裏邊成個，而家我就用埋身心靈都飄起上嚟嗰種感覺，跟住我就好咁樣瞓低啦。瞓低之後，跟住就開始流淚，但我唔知道我點解會流淚。流完淚之後咧，跟住就圍一個圈祈禱嘛，我就喺度係咁吹咗成十分鐘都有嘅。但係你自己吹定係我叫你吹？自己即係咪我有叫你做咩？你自己冇㗎，冇㗎，原係後屘追下我自己先發覺。咦？點解好有節奏嘅又唔攰嘅喎？如果我哋平時咁樣做兩下都會攰嘅，但係唔知點解，但係嗰一刻我翻去咧就開始反轉嘅改變。我好想讀聖經，越讀越想讀，我好想祈禱，越祈禱越想祈禱。甚至而家咧就我祈禱一個鐘，我都覺得係好享受嘅。以前哇咁耐嘅五分鐘啦。即係覺得係個好似交差咁啊！祈禱你基督徒唔祈禱又好似有自責，你祈好似冇咩好講。但係而家咧，好似牧師教導我經歷咗呢個享受神嘅感覺，我就跪喺度，主啊，多謝你！好快半個鐘就過去咗，冇好多嘅言語。我哋有時可能牧師都教導，有時會好多言語去講啊，靈性嘅祈禱，亦都有靈性嘅祈禱。我牧師好享受嗰種祈禱，我真係好感謝神，讓我可以喺呢度去經歷到，我可以去享受神嘅祈禱，唔需要好多嘅話語。你從你嘅裏邊發出主啊，你真好，已經覺得好輕飄飄噶啦，好感謝神啊，榮耀歸俾神。我以前翻未翻葉牧師呢個教導嘅時候，我以前翻教會，我自己好少祈禱。好似交任務咁咯，更加唔使講為人祈禱。但係而家我好中意為人祈禱，我亦都好希望我所認識嘅每一個人，甚更尤其是係基督徒，愛上祈禱，時時祈禱，為人祈禱，見到人就為佢祈禱，為佢祝福。因為呢樣嘢，我就喺呢度經歷到，我喺呢度學習到。亦都喺呢度真係俾我好多好多因著為人祈禱我嘅得著。開始我覺得牧師鼓勵我啊，你為人祈禱。當時嗰刻我都哇，我好多唔識嘅喎，我都唔明嘅喎，我自己都唔識祈禱喎，我去為人祈禱。但係嗰一刻我交俾神，我主啊，你帶領我啦。咁我就踏出咗呢一步。一次，信心又加啲；第二次又為人祈禱，信心又加啲。好似慢慢我上咗癮咁樣，我就覺得我要嚟為人祈禱。原來點解會咁樣？原來我每一次為人祈禱嘅時候，其實最大嘅經歷係我。以前我覺得我好多問題啊，我好多嘢冇處理好啊，我唔夠完美啊，我點樣為人祝福啊？我點樣為人祈禱啊？但係而家原來唔係㗎，原來我哋口所出嘅係有權柄㗎。所以因為我神知道我哋係唔完全，神知道我哋係有好多困難、好多艱難，但係原來我哋依然可以靠著神，隨時隨地都可以為人祈禱，隨時隨地都可以為人祝福。但係點解會咁呢？原來我神俾我經歷到，原來當我肯去咁樣做嘅時候，唔係。是我自己得著最大，我為人祝福的時候，我為人祈禱的時候，其實是我得著最大，即是我不懂得怎樣去形容，但我自己我內心很清楚，當我哇我在這裡為人祈禱之後，我回去不知道為什麼好像呢喜樂多了，
好似翻去睇我嘅問題，好似咦都唔係咩問題啫，唔知點解解釋唔到，根本解問題依然係嗰個問題，我依然係我，但係唔知點解翻去就有呢種嘅改變，一次一次比一次進步，一次比一次進步，所以而家啊多祈禱就多有力量，少祈禱少有力量，冇祈禱冇力量，但係喺我哋嘅口裏邊。你可唔可以簡單講你曾經為啲人祈禱嘅經歷？經歷過乜？因為佢翻過佢自己鄉下啦，為人祈禱啦，佢喺佢周圍嘅地方啦，你簡單講一講。係啊，為人祈禱嘅時候，有好多真係會經歷到平安。其實我唔係講好多嘢嘅啫，我都牧師教我點做，我就按照咁樣去為佢祈禱。佢翻翻嚟，我都有問佢哋嘅感受，佢哋真係經歷過有個心會好暖啦，跟住有啲真係經歷好放鬆啦。好舒服啦，但係呢樣我自己都有經歷嘅。我為佢祈嘅時候，為佢祝福嘅時候，哇！我自己覺得咧好輕省啊，裏邊好平安，好舒服啊。點解我就話哇神啊！原來我為佢後屘我就知道，原來牧師曾經教聖經話語話俾我哋聽，我哋就係祝福嘅管道。我哋為佢祈禱嘅時候，其實嗰個福嘅流就係流經過我哋咁樣去流出去。哇！好奇妙啊，神老師，感謝你。你冇帶為佢祈禱之後，跟住佢嘅生命，你有冇發覺佢嘅改變？會㗎。嗱呢樣嘢，我都曾經為一個弟兄祈禱，係我有感動，係另外一個教會嘅。咁我就聽佢嘅妻子嘅分享，跟住突然之間有感動去為佢祈禱。但係呢個我冇從來冇同人哋講過。我就為佢，因為當時見佢嗰刻咧，因為佢好多病啦，佢個面色咧又即係佢唔係黑嘅。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好像很暗沉那樣很不開心拿住拿住，那我就去到跟他兩夫妻一起這樣祈禱，那祈完之後就拜拜了，然後都沒什麼聯絡的，大概是過了兩個月之後又回到他那裡有一個聚會。你是按手祈禱還是他的代禱？就是這樣一起。 OK 是的。那呢我看到他哇整個面色是即是先認識了很多，聽他的妻子說這段時間他很喜歡看聖經，很勤力，即榮耀歸神，即不是我說，不是我誇我，其實我們真的什麼都做不到，我們沒有這個能力，唯有神有這個能力。那我覺得哇，原來祈禱真的可以改變。有一個 有一次有一個就是他都是很多邪靈在身上，咁我哋都係好多個姊妹弟兄咁樣一齊，咁我哋就為佢祈禱，咁我又為佢祈禱，咁我好似葉牧師，因為其他嗰啲可能佢哋比較即係激烈少少，但我嗰一刻咧，我突然之間就牧師呢個方法，我覺得好好，我經歷咗，我覺得好好，唔想去試下，咁我就為佢祈禱，祈完之後咧，咁我就慢慢細心喺度觀察佢，祈完之後，我覺得佢嘅面容開始係揦住嘅。不肯講嘢嘅，即係問一句就好倔咁樣答你嘅。咁祈完之後，嗰一刻好似我就觀察佢，好似個面色慢慢咧，好似開咗咁樣喎。咁呢樣又俾我好大嘅鼓勵同埋信心喎。咁呢樣我從來冇同人哋講過呢樣嘢，但我自己內心去觀察咯。呢個就係、是、牧師你問到，我覺得神真係好好。感謝神，感謝主。你祈嗰陣時咧，係咪好基本、好好普通嘅祈禱嗰啲事嘅？即係將佢帶到神嗰度，即係普遍咁樣求神。即普通傳統教會嘅祈法，因為唔係。我自從嚟咗葉牧師呢度嘅教導，我自己去經歷，去即係去學習。牧師呢度祈禱，我去經歷咗。首先我進入牧師好似教我祈禱。他說要放鬆啦，放鬆自己啦，咁啊神啊，你嚟幫助我啦，求你不將即係好似我唔開心，我主啊，我呢刻好唔開心，你嚟幫我平靜我嘅心。咁我經歷過之後，我為人而家我去為人祈禱嘅時候，我都會用呢一種嘅狀態。首先我好似牧師咁，我哋放鬆我自己啦，跟住祝福佢啦，即係聖經好多嘅話語，鼓勵啊、造就啊咁樣。我相信呢啲話語雖然我哋由我哋口所出啊。但是神在做工的，主耶穌在聽緊嘅，即係我哋為人祈禱的時候，可能牧師，即係我哋為人祈禱的時候，我深信呢樣，我真的深信。嗰一刻我可能祈完，我不知道我祈啲咩㗎。當然祈嗰一刻，
我自己平時我有我功課嘅，譬如我睇聖經啦，我自己都有祈禱啦，我有我嘅好多嘅我嘅生活上嘅問題，我要交俾神，我要學識交俾神啦。我睇聖經，神嘅話語就係我嘅糧食嚟噶嘛。即係我哋日日食飯，但係我哋裏邊冇神嘅話語，我哋都空嘅。咁當你去為人祈禱嘅時候咧，聖靈會帶領嘅。咁你祈嘅時候，每一個字原來都係主耶穌聽緊，神聽緊㗎。好好感謝神，榮耀歸神。